我觉得这个小孩应该是来救我。我当下就是联想到我爸父子的这个羁绊，对。法院的那一刻，他是非常冷静的打给我。好，我从头讲好了。一开始是我有一天要去健身的路上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：“哎，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啊，因为我有一阵子没有来了这样子。”然后我当下的直觉就是来了，就是对，就来了。然后所以我去健身的过程，我每推一个哑铃都是一个人生跑马灯，很严重。对，就是。不知道，就对我来说真的太，就觉得这一切太很震撼，我只能说很震撼。我觉得有，就是边健然后健到哭出来，因为就会想到就是哇，就是自己走到这一步了，这样要换下一个人生的跑道了，这样子就很感动这样。然后后来过了一天之后，他就打给我说。确定，他验了2次这样。那他非常冷静的口吻告诉我，然后我也非常冷静的口吻回他，就是说，我知道了。然后我就挂完电话之后，人生跑马灯又开始，就开始这一切的就在接受这一切，然后有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情绪的转折，就会有害怕，会很焦虑，但又很感动，又很开心，又很期待，就是五味杂陈这样。儿子是不是也有哭啊？那个有，因为我当下就是联想到我爸，我跟我爸之间的情感这样子。那你有跟爸爸说，比如说去一些爸爸的地方啊？哦，有，我家就有他的灵堂。就是有跟他烧香，说是个男生这样，对。所以哭是会想到爸爸。对，就是会觉得，因为就是说我爸的事情其实影响我很多，就是父子这个算是就是对父子的这个羁绊，对，然后。我就会想说，哇，那以后我跟我儿子又会是什么样子？就其实是很有感觉，对。那你想要是什么样？就你跟你小孩，就我觉得很感动的原因，也是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我爸是一个很好的爸爸，就是他很开明，对。然后也是他的管教方式让我成为我现在这样子，那让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准备。成为一个不错的爸爸，这样就是有他的教导，谆谆教诲这样。因为我会躺在床上，就是我会不想要去面对，就是每一天的睁开眼的任何事情，比如说演出啊、手机的讯息啊，就我会很害怕哦，又一个 bad news， 又来一个 bad news， 然后又是一件事情要去面对，然后我可能我的心态还没准备好，那。我真的可以吗？你就会躺在床上3个小时。去年一整年，然后应该是得知到有小孩之前，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得小孩这个消息就是治愈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小孩应该是来救我，对，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对。